你挺可爱的嘛，你也挺可爱的。嗯。怎么，都快流口水了吧？是某人的钱包要流血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已经跟他交流很久喽。哎呀，你说我今天没带那么多现金怎么办？哦，那这个事情有点麻烦了。 要不要我去后厨问一下，看需不需要刷碗的吧？我觉得刷碗可能不行，至少啊，得像我们当时高中毕业旅行一样，包三筐生蚝才行。哎呦，你说我那时候怎么那么傻呀？你现在也挺傻的。说吧，想吃哪一条？哎，住了，我的包！你们往回打！ 站住！你还我的包！站住！啊！小菊，你没事吧？包里有很重要的东西吗？你在这等我，啊，赶紧打110！哎，成龙，别追了，成龙！哎，你没事吧？ 先喝口水吧，没事的啊，警察已经过去了，你朋友没事的啊。小菊，你没事吧？程朗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没事儿。 说过了吗？让你不要追，不要追，你就是不听。哎呀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刚刚有几个村民帮了我，把那几个人抓起来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怎么还哭了呢？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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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哭别哭，这么大姑娘了怎么还哭呢？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用这个？用久了，习惯了，就没换。 我还记得，这是我第一次打工赚钱买的。哎，淘淘，你看这个可不可爱？是不是很适合程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戴？因为我觉得他傻里傻气的，跟你太配了。傻里傻气？你说我啊？嗯，真的特别适合你。 那大概也是因为跟你待在一起待久了，所以我也变傻了。来，你看看有没有少什么？是十一送给你的吧？小菊，我觉得有一些事情你还没有想明白，我帮你把包追回来。 你打开包的第一刻，没有看手机，也没有看钱包，而是第一时间看了他送给你的发卡。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你是喜欢十一的。 但是我明白的太晚了。 有些事情吧，只要是想明白了，什么时候都不会晚。他要出国了。小菊，十一要出国这件事儿，根本不会造成什么影响。陆十一这个人你知道的，他吧，只要是认准了一件事儿，就算是撞了南墙，他也不会回头的。只要你坚定一点，距离，我觉得都不是阻碍。我现在就要回去告诉他，我喜欢他。程朗，谢谢你。哎呀，这回好了。 陆十一回去，肯定得美上天了。夏小菊，你一定要幸福我。程朗，你也一定要幸福。你说你怎么突然决定要留学？夏小菊知道吗？别告诉他了。来，保重，保重，走了。给陆顺福。 哎，你说我怎么觉得还缺一样啊？辣酱，我回来了啊！哎，回来了，正好你看看这个清单够不够？你看还想吃点什么，我再去买啊。还缺个辣酱啊，我没写上。这都是什么啊，妈？咖啡、薯片、泡面、火腿肠、榨菜、瓜子。妈。 我是去出国留学，又不是去开小卖店的。你不懂，人都说了，那儿什么都没有，到时候你想买可就买不着了。我这还觉得缺了好多呢，再想想，要不然你再等一个星期再走吧。等夏小菊和程朗回来，你们见个面。而且我还想让我同学给你带个笔记本电脑呢。你行了。 儿子，早点去做好准备，马上就要开学了，你别再添乱了，行不行？我怎么叫添乱了？啊，我买个东西就要添乱了，真是的，这走这么老远，你舍不得不行啊？我没看你舍不得呀，你这昨天晚上还到处跟别人说我儿子要出国留学了，啊，就我在炫耀啊，你没给你同学打电话呀？你给你那个女同学打了两个电话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？ 那夏导游没出什么事吧？没有，他今天没有带团去放你去。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他好像是跟朋友去海南麦当吃饭去了。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怎么还哭了呢？别哭别哭，这么大姑娘了怎么还哭呢？ 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用这个？时间长了，用习惯了，就没换。这是我第一次打工赚钱买的，我觉得它很傻，跟你很配。喜欢吗？喜欢送给你。原来大狗竟然是这个意思。 真是傻！说啊，看我手指的方向，那里有假山和湖，大家可以去湖边拍拍照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等到半个小时之后呢，我们再回来集合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死大土在忙什么呢？一个短信也没有。 我就看你什么时候回我。喂，妈。小菊啊，又在带团呢。嗯。哎，你怎么无精打采的？怎么了？ 没有，我就是有点累。这下知道累了吧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当导游累，你不听啊。这下知道当会计好了吧？啊，哎，妈，我逗你玩呢，我一点都不累，我天天游山玩水的，我累什么累啊？对不对？妈，你打电话来干嘛呢？哦，我跟你说啊，11号要出国了，你能回来一趟吗？东湖游船。 喂，妈，你刚说什么呢？我说你后天能回来一趟吗？哦，我能回来，我回来。嗯，妈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还在上班呢。那就这样啊。嗯。大土到底在干嘛？连消息都不回。双抛，姜。 还是吓不过你们家爷爷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十一啊，嗯，听说要出国了，是。爷爷祝你呢学成归来，哎，为你爹妈争气，为咱们光辉里争光。我以后每年放假回来都看你爷爷，每年都陪您下。 再见，爷爷。能放下吗？哎呀，大舍不得了！哎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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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快走吧！你再不走，他们俩就不让你走了。快回去吧，拜拜啊，拜拜！回来给你们带特产啊，拜拜。常打电话。回屋吧。哎。这还有什么区？爸，我回来了。小菊啊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诗怡刚走，你早来5分钟就赶上送她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不是，诗怡她去哪儿啊？啊，她不，她要出国呀！你还说你能赶回来？对呀。出国？对呀。你什么脑子啊？ 出国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就陪着我想你。哎，老公啊，有人敲门。哦。啊，小菊，来，叔叔早上好。小菊啊，阿姨好。进来，正好饭好了。正好一起吃早餐，来坐。叔叔阿姨，那个十一他到了吗？到了，刚打完电话。那他有留下电话号码吗？哎呀。 住处还没安顿好呢，哪来的电话号码啊？等有了的话，我第一个告诉你啊。啊，哎呀，我也联系不上他，他也不知道回我个电话。你给他发邮件不就得了吗？啊？对啊，我还可以给他发邮件。小傻瓜。谢谢叔叔阿姨，我先走了啊。吃早餐啊？不吃了，我还没刷牙呢。走了。老婆啊，觉得这有点奇怪呀。嗯。 这十一出国这么大的事儿都没跟夏小菊讲，他俩是不是闹别扭了？你看小菊那个样子，像是闹别扭了吧？哼，当然是。尾巴腿也不行。有那么忙吗？ 半个月都不回我一封邮件。Hello, who's that speaking? 沈多，小菊，你在哪儿啊？为什么会是你接的电话？我来找十一啊，我和十一在一起了。你胡说！我是不是胡说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？他来苏黎世以后，他联系过你吗？别聊啊！ 别喝了，喝酒能解决问题吗？那你说，我现在除了喝酒还有什么办法？那你早干嘛去了？你说的对啊，我觉得我就是活该。之前他在的时候呢，我没有好好珍惜他。 现在连老天也在惩罚我，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？没有误会，你以为是在演电视剧啊？能有什么误会呢？但是这不像是陆十一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啊！他不告而别是事实，沈多在他房间接了电话也是事实，他跟沈多那些卿卿我我的照片那都是事实。明明前几天才跟我说，他愿意为了我不出国。 没想到转眼之间出国了，还找了一个女朋友。行，既然要喝，我陪你喝。来。那我问你。 你还想挽回吗？我觉得以陆十一对你的感情，你要是现在表达心意的话，说不定还有机会。小菊，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勇敢一点。嗯，涛涛。 我没想到，你才是我们这群人当中最拿得起放得下的人。我也想像你一样勇敢啊，但是我真的辜负十一太多了。既然他决定要走，那就让他走吧。 好吧，来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没事，没事。 你还愣着干嘛？去拍照啊？嗯。你说，我们怎么这么快就毕业了呢？是啊，时间过得可真快，我们即将走出学校这座象牙塔，走向社会了。那么开心啊？也不是开心嘛，但是人嘛，你总得往前看，是不是？你也别哭丧个脸了，毕业照一辈子就只有这一次，你要照的不好，回头拿出来看可是要后悔的。嗯，好啦，给爷笑一个，笑一个。哇，你们在这儿啊？走走，去拍照。 曾经说过无数次的再见，在这个夏天过后，也许是再也不见。原本以为毕业后的我们会欢欢喜喜地留在同一个城市，不曾想，现实的我们却是默默无闻的各奔东西。在时光的上游，我们都曾是意气风发的少年，4年的泪水和欢笑。 也成为了心底永远的回忆。某个青春的角落，我们的脚步曾经如此接近，却没有重叠。我曾经纠结于拖泥带水的关系暧昧和斩钉截铁的断然拒绝，哪一种对对方更好？殊不知，不爱已经是最大的伤害。我也曾抱怨。 我用尽全力追求的幸福，有人唾手可得，他却不要。我还曾感叹，找到幸福那年，我们太傻看不见。但回头才发现，那些爱与被爱的日子，那些爱我和我爱的人。 曾经如此深刻地存在于彼此的生命里，就已经足够。夏小菊。 多想要陪着你。